庆余年二还是被徐志胜挤进去了，经典的逗号刘海还是带进了影视圈。我真的第一次深刻意识到演员有多不容易，就在那个情景下你要表现出热的感觉。一天还有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咱们能搂完来。卡下来没事，不卡继续要再保一遍吧。你咋把嗓子都能喊哑了来着？卡，其实最后拍出来了，拍出来了，我演绎还行，至少演技很好。哎，可别当着两位演。不不不，志胜一看是会是个好演员的。演员很多是天生的。哎呀，证据剪出来单独寄给我好不好？不能。是被电击了。我觉得五味杂陈跟小偷见到了警察还是有差别的。今天的主题啊，退网吧，退网，真的大家先别退，因为我这刚红呀。前段时间我还去演了《独行月球》，所以我现在也是29亿票房先生了。所以今天比赛我可能不是票数最高的，但一定是票房最高的。而且我在那个电影里的表现怎么说呢，就是你一秒都不能错过，因为总共就3秒。就在大家周围的人还很羡慕跟我说，是志胜你跟沈腾老师合作开心吗？我说我都没见过沈腾呀。就拍这个电影我都没捞着去片场呀，就是一个人在我们公司拿这个摄像机对着我拍了3分钟，给我说恭喜徐老师杀青了。我都懵了，我说你这是拍电影了还是拍短视频了？结果电影一上映，我说这怎么比短视频还短？而且这3秒还上了热搜，徐志胜在《独行月球》上讲脱口秀，词条都快比我的台词长了。关键是还有人在那框了，说虽然只看了一个片段，但志胜的演技封神了。我都懵了，怎么都封神了？我还没来得及演呢呀！现在网上真是什么都敢夸，我现在只要在网上发一些我穿好看衣服的照片，下面的评论全都是志胜大帅哥，太帅了，志胜绝美。绝美，绝美，绝美，绝美。真的就是你们都把我夸恍惚了，真的就有时候我都忍不住去问我经纪人，我说姐，我最近是不是变得有点太好看了？真的，我就想听点真心话。我经纪人跟我说志胜没有，你就是哗众取宠，大家都爱看小丑。我说行了姐，我清醒了，这个真心话是真难听呀。我当时我都想，在我下边都是大帅哥了，那些 idol 下边还能有什么形容词？然后我就去看了，我就发现真的没有形容词，全是老公老公老公。用名词表形容呀。我当时就只剩下一个底线，我就去看了看广智的评论，发现也全是老公，甚至还有几个宝贝。我都懵了，我说我现在不会是全网最后一个大帅哥了吧？而且大家真的是就是在网上这么夸我，我特别的不习惯，因为拍马屁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呀。
而且大家现在在网上这么夸，真的就把马屁都拍得通货膨胀了。就我身边同事都说我现在夸的没网上好听，就关键网上喊的那些我也说不出口呀。就以前啊，大家都说我拍马屁是讨好型人格，现在大家都说我拍马屁是费力不讨好型人格。但是夸人总比去吵架好，现在大家网上到处都在吵架。就我最近特别喜欢看修驴蹄的视频，就是把不好看的驴蹄和坏了的驴修好嘛，对吧？真的就这在下边大家都在吵架，有说修驴蹄疼心疼驴的，有说修驴蹄不疼的，还有在那劝架说驴蹄肯定不疼，因为这修的是马蹄的。最让我生气的就是下边这个一个夸奖的评论，说这个驴蹄修完之后真是绝美呀。我当时都懵了，这是个驴蹄呀，它怎么也绝美？它最多是脚美呀。真的，我有时候挺羡慕这个驴的，有时候真的挺羡慕驴，因为它不会上网，就这些评价它也听不到，你夸我也好，骂我也好，爱说啥说啥，反正我的驴蹄是扎扎实实的变好了。至于你要非要问我的驴蹄当时是怎么受伤的，可能就是踢了一些不该踢的脑袋吧。谢谢大家，我是这儿。认同，就是夸我的我都认同，我有什么理由反驳人家的？人夸我的，我再反驳人家。你夸的不对。我俩可是练了有一周，我俩也一周整整一周的时间。哎呀，你把实话说，多丢的呀！练一周跳的那个跳。我就准备了一些好笑的段子和不好笑的段子，就是希望能照顾到不同的观众，就是喜欢有喜欢笑的观众，我就给他好笑的段子；不喜欢笑的观众，那就跳过不好笑的段子。我希望能全面一点，全面一点。我们怎么办脱口秀专场，还是能希望能服务于更多的观众。黑粉也，我们也考虑到了，考虑到了，都考虑到了。因为我们有一门非常尬的段子。对，然后你就可以来讽刺我，老少皆宜嘛。我印象中我讲的两个大家最有共鸣的两个话题是一个是剪头发那个，还有就是坐地铁的那两个。剪完之后我除了烫我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就我的退路都被他剪断了。地铁上满座的时候，然后所有站着的人都是替补。这两个都有个共同点，就是比较穷这样。现在做的这十个专场了，相比于其他的事情就比较难的点，就是它是一些和职业项比较强的，大家可能说没那么强共鸣，所以说你就需要找一些生活中比较大家普遍的情感的角度里去进入到这个专场，因为你要还是要和观众连接嘛，还是希望让观众能既了解这个警察，也能了解警察和我们之间产生一个连接嘛。灵感其实就没有灵感，我准备这一篇稿子就是在那熬，一点一点的想，在那里抠，真的我反思了自己的人生，写这篇稿子我把我的人生一点点抠碎了，我在那儿找。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只有四个观众，当时就感觉这也太小了，这个舞台。其实第一次还挺紧张的，然后现在再去演出的话，2000人的剧场也能够从容的应对了，心更大了，心更大了，心大了。我第一次上台是没有观众，然后我就给脱口演员在那儿讲了一下，然后大家都给予了很低的评价，然后就也对给予了。我很多负面的情绪。那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呢？就发现这帮人真真诚，这帮人值得交，然后就坚持下来。对，我还挺喜欢的，挺喜欢。说实话，这帮人当时都喜欢说实话。三十分钟，上台之前就看了看视频，看视频。哎，我说这还挺简单，上台直接来吧，也别练了。上台感觉还行，还行，还行。作为一个没练过的，应该还对。我俩感觉不到尴尬，不尴尬，我俩觉得挺好。挺很帅呀，这不帅吗？对啊，我俩接下来在这个舞台上还要再用这，还要再用再跳这个舞蹈。所以说，我俩还挺有信心的。嗯，多期发展嘛，反正对，不是，主要是会的也多，现在。
我俩兄弟之间怎么也得有点才艺吧，不能出去光骗吃骗喝呀，也学点，拿出点真东西，也得学点练点。我俩现在可塑性也强，对，你唱歌跳舞都能教，教不会是一回事，但是没有被一个职业给框住，对，可塑性强一些现在。不想，我不想，我就想好好讲脱口秀。这是心里话，台下可不是这么说的。台下我俩可想了，就是有那种拍电影的导演可以看看我俩便宜，我俩便宜。导演，其实我刚才是个试镜，就是表现一下我那种不慕名利的那种表状态。刚才那个表进入表演了，我刚才进入戏了。他这演了一个小人，可以看得出来，非常的真实，演技非常的好，可塑性也强。你教啥都能学，这一般都是在评论上看的，这些话都发私信给我们，眼光还挺高的，这一波人。我俩继续努力吧，继续展现实力吧。我俩以后慢慢，反正是脱口秀嘛，就是一点点写，一点点练，然后还是希望能呈现更多的好东西，给喜欢我们的朋友带去更多的快乐，要不然他们肯定就不喜欢我们。对，然后让他们肯定是这样的。对，然后让他们再给我们发这样的私信，我们再对，再努力，我们再希望能形成这么一个良性循环。认同，就是夸我的我都认同，我有什么理由反驳人家的？可能大家喜欢我一方面是更多的源于才华跟颜值吧，做人也就那样，做人也没什么智慧。就是好笑，王志还是很有智慧的。我跟他在一块儿，经常会受到启发。他会看到我一些错误的这个跟人交往的范本，然后他再改掉。回去，然后他不提醒我，回去之后说：“哎，可不能这样，可不能这样跟人说话。”压力会更大一点。就万一台上做一个特别喜欢你的，你今天采访是不是压力就有点大？对，我今天采访压力很大。就因为旁边坐着一个你特别喜欢的脱口秀演员。因为我今天有个膈应，我今天压力可大。我们对更在意的是你的同行，你还有喜欢你的人，就是观众，他们对你的评价，他们对你的看法。继续说好脱口秀，就无论是线上的节目还是线下的剧场，一定要好好写段子，就是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对，写好，但是至于呢，去影视圈。我的规划就是比他再多一点，他的规划是比我的规划再多一点，多一点规划。开玩笑的，我俩肯定都是一样的，就是在现在写好段子，在已有的生活下把这些生活提炼成段子之外，再去感受更多的生活嘛。可以去尝试一些不同的工作，哪怕可能说像现在我们现在这个专场去体验一下别的职业，不一定是影视圈，可能去比如说现在我们去体验上街体验反诈警察的生活，对，然后去体验医生的生活，可能这都是我们想去尝试的吧，会作为我们脱口秀的素材了。对，会拓宽我们对脱口秀的理解，然后希望能在段子上变得更有智慧一些。靠这个可能不行，智慧还是得靠吃亏。可能腾讯新闻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何广智。我是徐志胜。我刚才看了看刘亦菲的仿妆，刘亦菲的仿妆。我谢谢你，能早点贴近我们模特的吧？眼线笔，我给你找找。咱不有，你看咱有啊，这。我有点想帮忙，我有点害怕。闭嘴。先来个腮红。第一步就腮红啊？对。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是红绿色盲，找不到哪个是腮红，哪个是腮红。你给我看看，哪个是？所以他今天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粉色的吧。哎，那牌是什么颜色呀？蛋白色的。那你这个呢？我这个是蓝色。那我衣服是什么颜色？紫色吧。
雪琴为你捏把汗。你色盲，你就别干这个了。啊，我以为腮红就给我一个红，我就涂上就完了。我也没想到它这么多颜色呀。我不行了，我腰不行了。我的天哪！他说这是紫色，朋友们，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色盲，我当时深深的绝望。朋友们，我当时深深的绝望。哦，这个是腮红啊。别笑了，别笑了。怎么了？没事。腮红是光画腮在一块是吧？你随意。你像刮大白似的，你怎么呀？可以，这个模特的皮肤非常好，我们这个谢谢姐。那化妆技术不咋地，但是腿挺甜的。你这是个复古装吧？清朝的那种。咋了？我给你不闹啊？挺好看呀。不是，我现在觉得你要是化了这个妆躺那挺吓人的。徐志胜老师，你最近十年见到过有人是这种？我啥我看不见。哎呦，我进行不下去了，我一直在流眼泪。腮红不得画腮上吗？那你要不画哪呀？哥哥，让腮红画哪呀？我想大家冷静冷静。我腰不是裂了。你别笑，你别笑，一会儿妆都掉了。掉点掉掉吧，掉就掉吧，我这个妆那还是掉了好啊。我不行了，你们队伍严重影响了我们的节目。这就你看的刘亦菲仿妆啊。刘亦菲就这妆，刘亦菲老师现在就应该起诉徐志胜。不是，你为啥拿横着蹭啊？哎，哎，我给唐皇上拿眉笔，这为啥呢？我这样想的不是这样渲染的这个片大吗？那我没有那么粗的眉毛，你就是，哦，用这个。对呀、啊。不是眼线，你怎么也这么用？你看不到呢，横截面大呀，这咋？你是不是毛笔平时练的多呀，徐老师？隔离期间没少练毛笔字儿啊。我这不是这样吧？不行，哥，别看，影响咱们这个房子。加睫毛，你还敢给人加睫毛？对对，加啥？你像抓螃蟹似的，你早上赶矮去了吧？来吧，把睫毛放里边了，一夹，嗯，那怎么放不里呀、啊？放进去没？没有啊，我他进不去，放弃这步呢，要不？你得抹多半天呢，你准备呀、啊？你把那点口红全刷刷了，你想啊？不是，我想的是一气呵成。你直接抠过现在一块儿。我那唇形特别明显，你就按着唇形画就行。对对，我知道，我会顺应它的唇形。我会顺应它的唇形。有比比吗？比比，我都不比比。比
比比现在市场空白呢，呼吁就是彩妆品要出一个比比，你随便挑一个刷的。你拿这玩意儿，他我让他随便，我说你随便找个刷子，你也过于随便了吧？你的鼻子得有多宽呀、啊？这个大鼻子是不是有点面积过大了？这个能把整个鼻子覆盖的？我不行了，我不行了。呀，扣住了。你从后面瞅着有点像早年那个香港电影里面洪金宝的发型。昨天所以看洪金宝仿妆了。我们还有下跪服务。我这样，我这样，梦姐，画画，哎呀妈呀，你们这个服务太吓人了，妈呀，你们服务可以态度可以恶劣一些吗？我求求了，态度恶劣一些好不好？态度稍微恶劣一些。你躺额上，我们坐这顶上。这样。哎，这样行。哎呀呀。嗯，哎呀妈呀，磨挺多。我操！你这为啥抹粉底？你们的动作是挺到位，这个嘴呀、啊！徐先生，你脑门挺大呀！哎呀，我的妈！妆是卸干净了，心里的伤谁来给我弥补呀？我们会改正我们的服务，我们改正。哎呀，我的妈呀！这一句一句的，哎，不得不说，现在有点那个意思了，是吧？嗯，这位老师闭嘴之后呀，我这个体验感好了很多。哎呀，徐志胜何德何能啊！哎呀，你以为他是好事儿呢？你以为他？你以为他那个洗脸巾在你脸上？徐老师的假发没过关。假发片又出来了。假发片啊，说清楚啊。假发片不属于卸妆的一部分啊！别卸的，现在假发片给我拆了。危险危险，没事，吵起来了。现在回去。你还抹发际线粉了是不是？哎，你这是过来揭秘密是吧？你这点化妆秘密啊！哎呀，我的！哎呀，这是洗面奶。不对，老师，那个动作能稍微轻一点吗？我的脸上的肉我都。再来点水吧，来点。哎呦我的妈呀！你们这么来呀？我们下次给你带盆来，下次带个盆就好了。这次第一次忘了。我能现在给你们八个蜜，你们走不？放心，曲先生，这次都是新的。哇哇哇哇不是我们不知道，你也需要这么多张洗脸。啥意思？我脏吗？因为没想到你能画这么多。我都没你浓。我用了几张？你没有，你就五六八张吧。我特意选了一张我脸戴上觉得很大的。在你的脸上感觉这个面膜很袖珍，这儿还差这么长一截。精华水往他脸上挤。好的，什么玩意儿？精华水。嗯，把这儿给你都敷上。面膜敷的不到的地方精华敷的。爱上一个不回家。你唱就唱，你老吐耳边唱干啥玩意儿啊？我怕你听不清我的。那唯一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别的男人，一个左耳朵，一个右耳朵。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我可以不要这样。啊啊，好的好的。你能成不想吗？我不行啊。你起来，你听我的。是你这也太专业了。咋了？在我这炫技了。小梦在给小辣培训。行吧，继续吧。来、啊，我们敲头，敲头不敲人。轻一下。专业的，太专业了，真的吗？还有手。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咋了？你俩在这？哎呦我的妈呀，这俩人！哎呦我的妈呀，这俩人！哎呀，这俩人！这硬来呀！你俩也没有点技巧呀！哎呦我的妈呀！我不行，我笑的肚子疼。你转过去给镜头看。我先这个 wave 是好看，对，这这这这我觉得你可以就是，哎，我怎么不会了？等一下，被他带的，你给派派整不会了，很简单这个，你还教派派？可以，就是嘟啪嘟啪。嘟啪，你跳一下。为啥派派做的这么好看呢？你点的时候手打开呢？手打开。哦，这样这样。哦，我知道了。哦，我知道了。就嘿，嘿，嘿，滚，滚，开，滚，嘿，嘿，滚，开，滚。不会，他不会。开，滚，开，滚，开，滚，开。行，别手打开了，别手打开了。这个时候，你尽量把腿啊这样往上来就立起来，是 Michael Jackson。对， Michael Jackson。哎，可以。然后你尽量把那个腰就往前，就是把这往上，就这个地方往上去。对，我试试，一二三，对，一二三，对。你就从左边开始这样过去是吧？然后。你把它放在一起，再来一遍，然后你就整个身体呜，这样来，然后你就开始 wave。哦，帅。啊，对，就这样。对，那就然后然后就 wave。对，但 wave 你大一点 wave。wave 大一点。还大一点？对，我觉得大一点。对。了对，然后你就呜呜呜呜呜，然后让这边呜呜呜，谁打你呢？妹夫，你得看着前头呗。啊，看着前头，看选情。对，不如不看。你给选情吓着，触电了是咋的？先下，然后。让上来，然后、哦、要哈，哈，哈，我想让你。